现，整天玩游戏学习能好吗？老妈，相信我 ，MC 的玩家会颠覆你的认知。玩过 MC 的都知道，在游戏中一格水最多能灌溉80个土地。但就在不久前，这个古板的结论被推翻了。有玩家提出，水是可以无限向下流动的，一格水不仅能浇灌同平面的耕地，还可以往下灌溉。于是，无所不能的 MC 玩家们就一格水能灌溉多少土地的问题，展开了一场学术间的较量。第一位大神提出，如果能利用曼哈顿距离几何算法做出了平面菱形这种立体田地，那水的传播绝对是最广的。但很快这个结论就遭到了第二个大神的反驳，他让水走起了 Z 字形，把一格水变成了多层水柱，做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，算出一格水竟然可以灌溉5000万个土地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极限时，又一位不知名的大神跳了出来，他认为金字塔过度压榨平面结构，让纵向空间利用率减少了一倍。于是他在每层形成两格的情况下，成倍复制了之前金字塔结构，最终在一个复杂到正常人都看不懂的公式下，得出了一格水能灌溉2亿4000多万个土地的恐怖结论。所以老妈，现在没点文化，还真不敢说自己玩过我的世界了。